姐妹们，温图家给咱们出了一个新款的新年限定礼盒，你像咱们过年呀，或者是本命年的小姐姐呀，都可以拥有一套。它这个是从80斤可以穿到135斤。温图很多姐妹都知道是咱们诗诗代言的，它里面特别的高级。咱们打开看一下，你看它这个袜子，这个红特别的高级，特别的正，它这个质量特别的好。还有这个小盒子，你看它满满的仪式感。你看它这个红颜色特别特别的正，而且看起来特别的上档次。然后咱们再看一下这个内裤，它这个内裤都采用了7A 抗菌的。然后咱们在外边如果单买这一条内裤的话，都要这个价格了。现在咱们带走3件。它这个领口是这种深 V 的设计，而且是采用波浪式的，穿起来特别好看。它的接口都是采用这种点胶式的设计，就是平时你穿起来它就一点痕迹都没有，而且这个颜色看着特别高级，特别上档次。这个无论你是机洗还是水洗都不会泡背，而且它穿到身上是那种无感的感觉，特别舒服。它是属于 7A 抗菌内裤，立体式裁剪，一片式设计，无论你是穿裙子还是穿那种连裤袜都不会感觉到它的边边，就是非常的舒服。它这个袜子是这种金属棉的，材质特别好，就这个价格，一身内衣一双袜子这个价格，而且是咱们诗诗代言的，无论是咱们自己穿呀还是送人呀，都是非常好的选择。这个如果有需要咱们可以多拍2套，太合适了这个价。